我现在就是抛下我主持人的身份，抛下我主持人的身份，我用一个很专业的演员的角度来询问一下赵小姐，因为现场放眼望去，好多男生都被你吻过了，是不是？要应该不要一一点名吧？你觉得哪一个男生你吻起来就是很专业的哦？是不是？就是你觉得哪个嘴唇吻起来最有 feel？ 小老师。我可没说那个专业的角度里，那个从拍戏的角度哈，那个我觉得其实今天有这么多优秀的演员在哈，那依琳你觉得要不要请大家那个有谁要做做广告什么的，偶尔丢一个那个就是广告口，广告口谁要那个丽颖有什么要宣传的吗？我不给你宣传，现在是骚扰的时间。但是听说你跟陈伟霆拍戏的时候狂吻了三个小时，是有故意 NG 吗？没关系，我请一个现场有在的人好不好？龙哥，你现场感觉看起来如何？其实那天拍的时候我不在，拍的时候你不在。其实我只是上来想要慰问，因为去年你来的时候未婚嘛，今年怎么都不等等我呢？那你现在明年要办婚礼，所以是有了吗？有什么？有时间办婚礼，人家是很忙的，不要乱问八卦。